这给俄罗斯老丈母娘安排人生第一台抽油烟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事情是这么回事儿，在我来到这个农家小院的两年里，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冰箱、电视、洗衣机这些家用电器都给我老丈母娘换新的了，就连这两个小房子都慢慢开始焕发新的生机。因为我老丈人、老丈母娘是比较念旧的人，这个农家小院是几十年前我老丈人自己一个人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所以我和小搭就想着帮助他们把这个老房子好好的改造一下，所有的费用我们就全包了，但是具体施工起来还得是这个全能的老同志亲自上手。我和小达达这种没啥经验的，就只能在旁边打打下手了。老张是给这块量厨房呢，缺点那个材料啥的，我们现在陪他去买。这个橱柜啥的，之前我给他订完了，现在已经到了，就差上面柜没安了。爸爸可以出来，走，他爸可以出来，好的。弄下次不是你动静给到建材城了，我们给老丈人选建筑材料来了。厨房的扣板，厨房棚顶的扣板过来买了，然后看看胶合板，应该还缺点胶合板，过来看看墙砖，厨房用的应该是，过来买油漆来了。老丈人列的小单儿，需要啥自己列个小单儿。目前来说，改造最核心的空间就是厨房了。这片区域是这一大家子日常活动最多的地方了。以前的厨房还是有点老旧的，现在一圈装修下来，已经可以说是旧貌换新颜了。剩下的就是把它变精致，像是瓷砖啊、彩色的油漆都给它安排上。回头就看我老丈人这双巧手怎么改造了。逛完材料店，我们又去了趟电器城。一直以来，这个小厨。